今天我们来到了临沂，这是临沂古玩市场，大家随便看一下。打起来了。好帅，太帅了！这里特别热闹，但我也不知道能买啥。抢了！抢啥？有没有卖吃的的有？哎，没了，在哪吃的？然后小朋友就站在那里哗哗淋雨，让那个水扑到身上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这么厉害吗？嗯。走开，你看。好了，你一会儿就穿这个哈。嗯，这个真好看，上学也穿上了。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哎呦，这倒是防晒服嘞，你还快等呗。防晒服。哎，是的。防晒服。防晒服。还有你的小裙子。是临沂公园，这不是临沂公园是吧？是临沂娱乐休闲中心。嗨，是刘白喜欢的可以打秋千的地方。嗨，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大圈坐不上了。哎，这小孩能坐上。等一下。哦。嗨，妈咪。嗨。有谁耶？耶。茄子。茄子。你这照相还是录像呀？你这是录的像呀。来，啊，这溜谁电话 ？Hello。我的小哥哥。哎。哎，好了。妈妈。哎。嗨，是茄子。茄子。好了，你暂停吧。GoPro 偷那一套。一只圆吉。好了一个。妈妈。
车。哎，走，我们办好了。哦，行，那你就看一下啊。那就看里边，你三个菜哈。啊，你们三个包谷，一个。呵呵呵呵。公司的车一趟。你拿的是什么呀？车钥匙。这那那什么？这个是挂件。你几岁啦？三岁。三岁了。公司的车一趟。这就一个爆米花，牛掰跟着，嗯，从小学一直都有，可能有30年了吧。Let's go， 那个给你，走，宝贝。哎，宝贝，林姨真好吃，林姨的什么都好吃，是不是，宝贝？林姨的什么都好吃吗？骨粉。哎呀，那是骨头。这里的小店买卖都非常的好，很好。学校附近的小店都不会让人，是非常当的。这是临沂冰粉哟，一股的横塘味儿，虽然比不上清补凉，但是也还是很好吃的。主要是，冰都化了，要是有冰的话，可能更好吃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底下还有丰富的小料嘞，我给你撅出来，你看。哇，这个啊，这啥？别动，别用手动，我给你弄。嗯，我来吃。嗯，帮你吃这个果冻。嗯，我帮你。妈妈，我不吃这些。我吃。嗨，那些好吃的你都不吃。我这什么？果冻吗？这是什么？可能是，糍粑。清补凉好吃还是？刘白吃那个鸡腿吃成那样，把一个鸡腿。那吃什么饭嘞？七块五，这不是买菜。这是从翻菜鱼那个店里面买的菜哟。这是翻菜鱼，好多人去买，打包要费，下次自己拿着盆子去打吧。这个是夫妻肺片。定制，我们都爱吃的炒羊血都是辣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四川菜馆。Very good， 开始吃吧，拿筷子。Hi, I'm having breakfast. 我先尝尝这个酸菜鱼哦，看着鱼很厚实啊。它是原来的味道，鱼给的很多，还行，不是很辣。尝羊血，好吃。我找到了一个，放了很多的蒜，夫妻肺片，我就不吃了。好吃。酸菜鱼好吃。哦，哎呀，牛肉嘛，这是肺片好吗？牛肉味很大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吃这个。我其实找我自己的。大家可以来尝一下。我对象喜欢吃夫妻肺片。哎，我给你展示一下，来，爆米花好不好？从小吃到大的爆米花，巧克力味道的，所以多放巧克力，少放糖，非常好吃。拿走吧。OK，Let's go。妈妈牌水饺，妈妈牌水饺，
端午节快乐哟，韭菜馅的，我们家自己种的韭菜。哎，有的人就要说了，嘿，哎，我看你跟峰哥跟阿星很像呀。我说，哎，你说对了哟，我就是照着阿星学的。嗯，开始吃吧。可是我不说人家阿星能吃会吃，不如阿星吃的好。一个夜市，林姨真好呀，来这儿又吃又喝，嘿嘿，走了。你有。林姨人民就是非常的支持各个地方的生意。哇塞，生意真好。生蚝，生蚝，10块钱5个。10块钱5个是吗？也行。时的时间，然后是在临沂替圣广场的替圣广场的一号门，有没有知道这里的瞬间上人吗？
哎呦！别跑一个！你可以点 October. What's wrong? What are you doing? 这个。哦。我喜欢是这个。真喜欢，拿手拿着丢，拿不出来，拿起来，盖着丢。哎呀，妈妈，你要什么样子的？可好了，十块钱买一个这个。临沂临树产的，我再给你买一个啊！那就是一个行了。I want a October. 发粉店。每次都整的那个和杂，这是神通，我发现的那个拼那个输入法里面，预备好吃吗？英雄。开始吃吧，我都没睡醒，六点就起了，困了。吃肉了吗？给摄像吃了，摄像怪辛苦的，天天。吃吧，秀的我吃的。好喝，哎呦，咸菜也很好吃，再吃一口肉吧。味道是辣汤辣汤的。满满一碗胡椒粉加香油。来再吃个油条现炸的。还有呢，我再给你买一个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你吃。妈妈，啊？怎么了？你是让我吃还是不让我吃啊？那你吃那个饼吧。这里好像六点就开始卖，差点没把我烫死。味道很浓，哎呀，可能多喝这个能变白，哎呀，烫死了，烫死了。快吃饭了。临沂牛肉泡馍，临沂摄像教我吃的方法，为了迎合临沂摄像的吃法，我都刚才不用勺子，差点烫死了，用筷子。好了，来摄像吃吧。哎呦，快回来！好了。这个馍不能全泡完，哎，得泡一半留一半，要不然尝不到味了，太忽辣忽咸。这大夏天的时候喝这个真的是特别火热，面好热。然后这个这个咸菜，非常好吃，又有萝卜的味道，又有辣椒的味道，就很特别。夏天的时候喝这个祛湿，里面还有应该还有大麦仁的，这个没有，我喜欢吃大麦仁。你吃吧。吃完了。吃饭一共消费17元，三个人的早餐哟。Very good, let's go。我给你加了一下。大美颐和。离种植资源保护区。别跳进去啊！你万一听见我说这种话，啪叽跳进去可咋办？哎呦呦，小死鱼！这里肯定很多鱼，来看看，颐和颐和大美颐和，闺女都知道这是颐和。走来来，请哎，聊天。他说你还小。喝了吧你，你喝了吧你，好厉害。给妹妹一。哇。妹妹你看你小孩，你不想让我打了，看我打得快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停了？临沂烧烤，嗨嗨嗨嗨嗨。哇，害怕他。别害怕，我把手给他捡起来。
个特别活的小龙虾，还不让我动来了。嗨嗨，你看，想吃吗？我不想。妈妈，自己烤的羊肉串。要不这样？怎么样？行，那我先穿上来看。我先穿上。还得手动穿上火腿肠嘞。这酒不好喝，有点酸，不如我姐夫做的好喝。哎，我姐夫在青岛卖精酿啤酒哟，大家都去喝。哎呦，那坨子都烧糊了。来呀，我再过来，再来。好冷了。临沂是个好地方，好吃的特别多，感觉比青岛好吃的多，是不是大家就不同意了？但是主要是我们在青岛也没吃什么好吃的，在临沂吃的好吃的还挺多的。嗯，拜拜。